大湾区将会成为香港发展的大舞台。香港是在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有高品质的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再加上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其实香港应该 担当大湾区的引入来走出去的超级联系人，那有优势又如何呢？那就更重要抓紧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才能把优势赋能到国家建设的当中。到今天，大湾区已经拥有搭建好的全球独有的海陆空接驳 这个多模式的联动交通平台，而我是在这之中曾经担当一个见证者和推动者、参与者，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其实，香港、澳门与大湾区九个城市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手足之情时刻盘踞在心里。 只要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凝聚共识，然后用好国家赋予我们各自的优势，能各自定位，把大湾区做大做强。我相信大湾区肯定能成为实现中国现代、中国式现代化与携手共圆中国梦 起到非常好的展示作用，而且为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做出这个正能量以及正面的一个贡献。